《大秦帝国》第四部《阳谋春秋》第七章《流火迷离》。一般人出的王宫，天色已经全黑。依着事官里程式，接下来是最后一项礼宾。但当太子嬴柱以礼相邀时， 刚成军，蔡泽,泽却亮着公鸭嗓，嘎嘎笑了哈：“哈哈哈哈哈爱国军，老夫肚肠早瘪了也。官礼可变通，还是个人自家回去叠饭实在。礼兵免了，足肉回头送来便是。”几位大臣异口同声相合，赢助父子为难起来。吕不韦见状，过来。 拱手笑道：“呵呵呵，不为方才已经受命做了太子府城，此事听我如何？”赢柱如释重负，恍然点头：“对呀，我竟糊涂了，听先生处置便是。”吕不韦回声笑道呵呵：“诸位大人劳碌一日，官礼礼宾只有干肉。” 还要如理如仪的诸般讲究，如何叠得实在？大人们恢复歇息用饭，足肉由不为亲自恭送上门。蔡泽揶揄笑道：“哈哈哈,哈，哈,哈哈哈，好好好，吕不韦这太子府城倒是做得像模像样也。”告辞，回声登车而去。老四车树长却沉着脸。 瞪了蔡泽一眼，回头一拱手道：“今日大殿拜官之事，实出老夫意料。望先生实言相告，何以不做上卿太子傅？”老署长以为吕不韦大殿之言是虚，虚不虚，先生自知。老夫只是觉得委屈了先生。 老署长，恕我直言，吕不韦肃然拱手，在下决议入秦，是要在秦国站稳根基，不为愿效白起施功得爵之风范，而不想以人得官，除此无他意。好，当得其人，老夫心安矣。老司车署长高声赞叹一句，回身一拍嬴异人肩头：“子楚啊！” 小子有命，好自为之。回身去了。吕不韦正要拱手告辞，嬴柱却摁住吕不韦双手，笑了：“先生已是自家人，忍心弃我父子独去吗？”吕不韦笑道：“哈哈哈哈在下无他意，只是想依法度，从三日后开始理事。” 营柱压着吕不韦双手，不容辩驳。法不敬善，先生当自即刻掌事。走，你我同车回府。不由分说，拉起吕不韦上了青铜摇车。太子府灯火通明，中门大开，简莹一人车马归来，门厅内外一声整齐的高颂：“恭贺公子！” 观礼大成，吕不韦被嬴助父子前后夹着进了正厅。灯烛之下，宴席齐备，华阳夫人冠戴玉佩礼服锦绣，正在厅中肃然等候。见吕不韦入厅，过来行了两拜之礼。先生功德，善莫大焉。嬴米氏，莫齿不忘。 吕不韦连忙躬身一拜，在下些许寸功，何敢当夫人拜谢？不韦已经是太子府城，日后听候夫人差遣。如何如何，太子府城。小的我搞错了。华阳夫人一连声嚷嚷，见夫君迎住，连连眼色示意。 回头高声大气一挥手，府中上下人等都给我听好了！物管先生何职何官？日后只许称先生做先生，不许叫府城。谁但越举，重重责罚。晓得我。内外溥仪侍女嗨的一声应命，华阳夫人这才回身恭敬笑道：“先生请。” 今日庆贺我子加官，先生便是大宾，当为首座了。吕不韦正要辞谢，见嬴柱连连摇手，无可奈何的笑笑，被华阳夫人亲自领到了东首，与今日观者嬴异人并排正坐。嬴柱与华阳夫人却在西面两座主位陪了，引得三绝，赢异人肃然起身，正式拜见了父母。 华阳夫人试着泪水，吩咐侍女捧来了一只铜匣，亲自打开，取出一方晶莹的黑玉，笑道：“子楚啊，这是奉书之日，你父与母亲刻就的立嫡信福左半归你，右半明日交王公长史典藏了。”母亲。 银衣人跪地再拜，双手颤巍巍接过玉符，端详着这只鹰形玉符上自己的生辰刻字、父母名讳与太子府徽记，不禁热泪盈眶。但为王子王孙，每人都有一方如此这般的身份玉符，所不同者，所有数字玉符的右符都由家族做当保存。 指向掌管王族事务的四车庶长府报之登记即可。各家族嫡子的幼服则需交四车庶长府专档典藏，唯独太子嫡子的幼服必须交由王室典籍密存，任何人不奉王书不得查看。这嫡子幸福是他永远的血统身份，是将他与生母的血肉关联割开的法刀，如同。 烙在奴隶脸庞的火印一般，永远不能磨灭。子楚啊，莫愣着了，这箱才是母亲为你备下的观日大礼，快来看了。赢异人恍然抬头，这才看见华阳夫人正站在案后两口大棕箱旁向他招手，连忙起身走过去，又是一躬。 子楚谢过母亲。华阳夫人笑道：“忒多礼，勿、哦、晓得累了，过来，打开，拿开衫布。”灯光之下，锦缎灿烂，珠玉夺目，迎异人顿时手足无措。华阳夫人指点道：“这是四季楚服八套，连带八副金山玉佩，都是正宗楚锦楚宫了。” 穿上秋服，叫你父亲与先生品评一番了。说话间，一个眼神，两名侍女从箱中捧出了秋服。华阳夫人同时利落的为营异人除去了上下通黑的官日礼服，两侍女立即过来给营异人换上了一件土黄色的楚袍，挂上了一套晶莹温润的玉佩。大厅中顿时鲜亮起来。好。 吕不韦抚掌赞叹：“楚服楚玉，公子神气大增也。果然贤良精神，不枉<哇>。”嬴柱突然打住了。华阳夫人骤然红了眼眶道，道 <coughs>：“阿姐在天有灵，今日当安息。”回头一抹泪水，又笑了。 子楚晓得我，我拎得清。楚服虽好，做不得常服。咸阳终归是秦国，我儿终究是秦人了。只要子楚心里当真有我这个母亲，我也便知足了。一番话说得珠圆玉润，眼中泪水却断线似的，扑簌簌掉了出来。赢异人看得心酸。 躬身一拜，慨然道：“子楚，认祖归宗，自当遵天地礼法而恪尽人道。若对母亲稍有不敬，天诛地灭。”华阳夫人带着泪水，咯咯笑道：“好了好了，有心便好，何须当真一般了？来，我儿敬先生一绝，拉住赢一人，到了吕不韦面前。 这场家宴直到三更方散。嬴柱要请吕不韦到书房夜谈，吕不韦兼职告辞，说三日后再来当值。嬴柱笑道：“理个甚是，先生，莫将府城当真，有事便来，没事多多歇息，日后有的大事做。”吕不韦笑笑，也不回说，辞别登车去了。 银柱送出大门回来，全然没有睡意，对华阳夫人叮嘱几句，将赢异人唤进了书房。异人啊，今日大礼，你作何想？为父很想知道。银柱靠着坐榻大枕，啜着滚烫的酽茶。 打量着熟悉而又陌生的儿子，开始了二十余年来父子之间的第一次对话。赢异人显然有些拘谨，思存斟酌道：“观里之龙，异人，实在没有想到。父亲苦心，而没齿不忘。”赢柱摇头笑道：“哈哈哈，观里是。” 是你大父钦定，并非为父安排。你制造之时，已经提前加官，原本无需候补加官大礼。你大父这般铺排，实在是用心良苦，你可揣摩出一二？赢异人一阵思忖，终是摇头。秦国之难，此其实也。 嬴柱长叹一声，坐了起来。大夫之心，在于借你再次加官大礼，向天下、向朝野昭示，秦国社稷后继有人也。依着寻常法度，太子尚未继位，嫡王孙无需早早确定，更无需大肆铺排其官礼。你大夫所以如此，全在为夫这个太子。 嬴柱哽咽一声，见儿子不知所措的模样，摇摇手示意他无需紧张，喘息一阵，又平静开口：“为父身患先天暗疾，难说哪一日会撒手归去。你才是秦国真正的储君，明白吗？”父亲。 赢异人难耐酸楚，不禁扑地拜倒，哭出声来。起来，起来！赢珠淡淡一笑：“秦自孝公一祥，历经惠王、武王、大富四任三代雄强君主，方得大楚天下。你大富之后。” 王子虽多，不见雄才。你伯父与为父先后两任太子，都是累弱多病之身，以致你伯父病死于出使途中。为父虽挺到了今日，心下却是清楚，我时日无多矣。死生有命，寿数在天，为父不恨，几身短寿。 生平唯有遗憾，父亲何憾？而一力当之。为父终生之憾，身后储子无雄强之才也。父亲明察，赢一人顿时羞愧低头，而却是中才，有愧立敌成统。你中才倒是事实。 然你秉性尚算平和，亦无怪力之气，守成可也。营助又是一阵喘息。为父要叮嘱你者，自今而后，要预谋两事：一，是寻觅强臣辅佐；二，是务须留下一个出类拔萃的儿子，否则，若过三代，秦国。 要衰微了。强臣之选，父亲以为吕不韦如何？赢异人精神陡然一振。世欲之气，尚待后茶。嬴柱啜着酽茶，恢复了平静。你大夫曾秘书黑兵台，被细查勘了吕不韦，以为此人气伤助你，显然是要图谋入政。 秦国渴求大才，然大才须是正才，如商君、如张仪、如范雎，亦多亦善也。若是只求高官而不务实干，亦或虽有小才而无正性，譬如甘茂，身兼将相权极一时，却促成武王倾造灭周而横死洛阳。 此等人，为害也烈。吕不韦究竟何等人才？你大父显然并未吃准。今日大殿三封两改，你不觉其中奥妙吗？父亲是说，大富是在试探先生。为君难矣。营助喟然一叹。求才需防伪劣。 庙堂须防奸邪，雷电杀伐，春雨秋风，法度全断，机谋节操，缺一破国丧庙也。难乎难乎，不亦难哉？父亲，明彻如此，如何要灭自家？明彻，你说为父明彻吗？银柱一阵大笑。 哈，哈哈哈哈哈，一人啊，记住了。当国莫怀旁观之心，为父时而能说的几句明澈之言，根由便是没有当世之志，而宁怀旁观之心也。隔岸观火，纵然说的几句重的之言，又有何用？ 赢异人低头思忖，营柱喘息不语。良久默然中，父子两人谁也没有看谁，眼眶却都是湿漉漉的。绵绵秋雨已经在黎明最黑暗的时刻刷刷落下，城头雕斗和着雄鸡长鸣，回旋在茫茫雨雾之中。赢异人终于站了起来。 将父亲背回了甘棠院，对着始终在灯下等候父亲的母亲深深一躬，转身大踏步去了。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再见。